一场同样的战争，我们在接受失败的屈辱，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把俄国拖出了战争的泥潭。为什么我们总被出卖？说到底，因为我们没有力量。无产的永远受苦，有产的永远享乐。我们就是要彻底埋葬这一制度。学生倒还好对付，可一旦民众裹进去，天就要变了。还我青岛！还我青岛！吕肖二十一条！吕肖二十一条！马克思主义之路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路，也是可以挽救我们中国的道路。万岁！万岁！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。毛泽东在什么？你不能再被他们抓到大牢里了。等我，往哪里躲？我可以躲。我们身后的人往哪里躲？中国往哪里躲？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毛泽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学生罢课，商人罢市，工人罢工。我们得筹组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，一个劳动者的政党。中国的劳动还需要我们自己负责。这个时刻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将正式在一个东方大国诞生。中国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